秦先生。林莎台风要来啊，阿丹，嘿，阿丹丹住家前后哈，稍微咱来关怀一下。前厝后吼，咱要小夸注意一下。嘿呀吼，啊那最近雨雨大，咱就唔好出门。唔好出门。丁玲说：“哎，像你这个像行动不便的哈，是不是要移到亲戚家比较安全的地方？好，以防万一的，真的说水淹上来，那你不方便跑嘛，跑也跑不动。”感恩慈济人呐、啊，昨天呢、啊、已经。大家都开始去探访这弱势家庭哦，那他们去看看呢、啊，假如呢身体需要照顾的、不方便的，或者是呢房屋比较简陋的，怕风雨，那他们就会。尽量劝导，先安全的地带，这都是呢看到了大家就如看待亲人一样的，而且呢设想周到啊。我们各地啦已经呢成立了防灾中心，真的很感恩别人。我们要关心自己的，也更要关心哦。那安全为第一啦，戒慎虔诚啦，这就对了，这叫做敬畏天地啦，这虔诚哦，啊，真的很感恩，也虔诚的祈求了，能台风登陆，啊，平安无事啊。也期待人人没事呢，不要乱跑，自己呢守护自己的心态，知道这是有危险，台风快来了，就是不要呢做出了还要再麻烦别人的事，守好自己，那不就是呢皆大平安吗？还要人人呢？都是要准备好防台，这都是要人人的都有责任，那把自己的周围环境啊都尽心力，让它呢不要有积垃圾，不只是自己的地方清得干净，整理好呢自己的社区周围啦，街道的环境哦，才能让这一片土地呢平安呐、啊。而且这个邻居周围哈、哦、社区有孤老无依长者，也要发挥这一份爱心。光靠慈济面对的感恩户，还有多少呢？独居老人家呢？也需要发挥社区的爱多关怀哦，这也都很重要啊。看看加拿大一场林火，哇，这大火很大，那也连烧了好几天呐、啊，也波及到了不少住家。那慈济人呐、啊，也投入了。去关怀那种真诚的抚慰呢，让他们呢、啊、疏解了这损失这么多的身外之物哦。现在心里呢、身体呢还在居合处的困境中，他得到了人间呢。这种真诚的抚慰的爱啊，所以打开了他们的心境啊，真的也是很感恩呐、啊，也看到长情大爱。
真的很感动。20多年前的这位跟红小弟弟，一场车祸造成了他全身瘫痪。我们的志工老兵啊，严小姐，她就是锲而不舍，一直要去打气呀。啊，也是呢，带着年轻人啊，或者是资深菩萨，时常关怀他，只要用心帮助他，严小姐她都会想办法请谢昆山也去勉励他，也真很感动啊。所以啊，根红啊，他也振作起来学习啊，他也是用口来画图，看到他真的那一支笔真的是写生啊，写出了一片片呢都很有生命的图画，真的很令人赞叹。那现在呢啊，他也得到啊那个一个协会的会员，他有拿到薪水，所以他拿到薪水的第一个就是说，师姑，我要捐钱呢。我说，哎呦，感谢你呢，感谢你，你终于可以手心向下了呢。看一看他的双手，这样的失去了那么多的功能，但是他坚持，这是做好事。现在更好的消息来了，因为他啊有另外一个老师在启蒙他，他终于可以到台北的华山文创地区，他再度的要开记者会展览，就在8月15号，所以那一天特地邀请我去啊，说啊，师姑，真的你们的志工啊，跟医疗团队这样啊努力不懈的一直在鼓励我，一直拉着我哈，终于我也走出一片天了。虽然脚不能走，但是他心已经开阔了，开阔了哈。他现在也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哈，所以这是20年的成果。谢谢，我们真正的要赞叹这样的人生，人人都有良能，人人呢都有潜力，方向对了。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天地，陈以布也在提起嘛，人人心中都有一片地啊，都有也埋了很多的种子，善恶种子在你的心地下埋伏的，你的方向偏差了，那样的恶的种子啊，就会让大地呢裂开，冒出来，那就是恶的种，恶因呐。那善的呢，也是会让心地开，那就是冒出了菩提的种子。这种心开意解啦，能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的。都有无量数的眷属，这是好缘的人，只要你一念好心起，你可以接引了多少的好人，你可以帮助多少人的翻转人生。看看志工菩萨常年累月呢不怕辛苦，周而复始，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做一样的事，每一天面对的都是这样苦难的人生，但是不放弃，没有想这是无聊的事，他们还是那样的积极，天天这样的陪着志工走家访，走医疗的每一个单位，还要脑海中去记挂的哪一个出院以后他的生活怎么样，要如何帮助他，就会引外面的像谢昆山，他我们的菩萨就会去
接引谢昆山来发挥他的良能，那就翻转了无数人的人生生命的良能。所以说来，每一个人的心一片地，这个地底下所埋伏的都是那么多的种子，善恶种子。我们多一颗善种子，那就会少一颗呢恶的种子。这都是多一分觉悟，那就是少一分的烦恼。我们大家呢，做中学，学中觉，每天早上的文化跟我们每天的工作的环境，一定要让它结合起来。这都是呢，我们要赶快把握的。